你们来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呀？马来西亚槟城。你终于来槟城吃榴莲了。就喜欢吃榴莲。有孩子的人就要起早。哦，你知道吃冰淇淋了你就醒了。我们来选冰淇淋，这间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吃的。好吃是吧？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莉莉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我和我先生呢，现在我们两个驾车呢要去机场去接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批游客。这批游客的成员呢都有谁呀？周大将，还有小将，然后还有个周老将没来。我的弟弟，还有我的妈妈，我的弟妹，还有我的两个侄子，我要去接他们。我爸爸呢是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所以没有参加这个旅行团。然后他们主要来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来吃榴莲，因为现在刚好呢就是槟城的榴莲季，所以他们也是临时决定来槟城来玩的。然后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出发去机场接他们吧。 Let's go。 我和我先生呢，我们两个现在在槟城的国际机场，他们的飞机应该差不多到了哈。差不多了，就快到了，应该还有十多二十分钟到。他们的飞机呢晚点了，还没有到。这是谁？叫我好。这是我的大侄儿，叫什么名字？周凯旋。来吧，老妹儿。走吧。就是来吧。欢迎你们到槟城来。欢迎你们呢。谢谢。你开心不？开心。姑姑也开心。姑姑等你来的时候老开心了。老妹儿，你知道带你要去哪儿不？现在第一站我要带你们去吃榴莲。我们现在到球场了，要来吃榴莲。榴莲。耶耶耶耶耶。你开心吗？哎，哎呀妈呀，你们可终于到了。盼望好几年。姑父牵手。那姑父牵手可不一定是俩抢的。俩人抢的姑父。还好两个。三个牵不过来了。哎呀纳豆。Hello。丽丽的妈妈才从机场走。我们刚刚在机场接她。慢慢来啊。好吃吗？这个榴莲和中国的味道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是不是都吃直眼睛了？哎呦，去年也是他帮我选的。哇，一次性给你们吃三种不同的榴莲。开一个，我要先吃这个。已经开始了，真的，你这个马就已经真胖了。这个101非常好吃。宝，你先吃这个味儿的，等一会儿吃那个黄黄的，那个更好吃。这个大战已经成这样了。你觉得101好吃还是那个好吃？大的。101好吃。黄色的是不是？又香还不腻还甜。黄小姐，你觉得哪个好吃？那个白的。你觉得这大的好吃？对。这餐榴莲满意吗？满意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完了。吃完了。你觉得哪个好吃啊，老公？嗯、白的他喜欢吃是吧？啊。他俩，你们两位男士喜欢吃黄的，我妈也喜欢吃黄的哈。吃黄。你刚才怎么说你喜欢吃那个白的？确定吗？没有啊。
现在呢，我带大家来吃的这个地方呢，是我认为冰城最好吃的一家炒粿条。等一下要试一下。炒粿条。两位，这个炒粿条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我还没问呢，就好吃。好吃。蒸完了，蒸完了。啊？看这个吃的。好吃吗？你觉得好吃不？好吃啊、哦！看我们吃的多干净。我们现在要去超市买东西。我们要去哪儿啊？超市买文具。买什么？文具。文具还是玩具？你想说玩具，是不是？文具。文具啊 ，OK。嘉欣，觉得这边尿布啊、奶粉的物价怎么样？便宜。便宜是吧？便宜了。选好了，现在是买单时间。怎么的了？又咋的了？告诉他。我从来没这么早下楼过。托你的福，托你儿子的福。你托两个大侄儿的福。我们来这间我最爱的西南发吃饭。你在看什么呀？OK, thank you. 你的是什么口味的？草莓的。你的呢？你是什么的？巧克力。草莓，什么莓？草莓。你是负责丑的啊？好吃吗？好吃。这间冰淇淋是我个人认为最好吃的。这个就是我家阳台看出来的那个海。对呀、啊。好听了，走。凉快不？是不是一点都不热？我们现在来到了那个醋罐子角，这里就是以前大鹏哥最爱钓鱼的地方，这全是钓鱼的人。这水太清了，好清好清。啥都有。